们不建议说你没有学过基本常识就做了，哦，究竟他躺着这，或许他已经有插管或者怎么样，哦，插鼻胃管怎么管，不想做。其实我们的治疗方式很简单，看他的成因，不是千篇一律的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像是撞了以后成植物人，还是昏倒的成植物人，我们治疗方向不一样，哦，我们这个留到九月八号再讲，好不好？啊，哦，对，九月八号，还有什么问题？任何问题都可以讲，可以改善。哎，这个膝盖啊，哎，就是好好的，然后走一段时间就忽然间这边就弄了。好好好，膝盖就要解决这里啊，压这里，压这里就可以了。压这里，压这里啊，膝盖包前面啊，大概就能解决一半。你切一下好啊。好，欢迎各位来做我的学弟学妹啊，由大师学习啊。啊，我们常常讲，在人世间有四种医生啊，四种医生啊，一种就是跟你讲一讲，你听话照顾，你的病就好了，这叫做神医，有没有碰过神医？一种是要出手一下啊，就解决人家的这些痛苦的，啊，就像我们刘大师这种奇医啊。我们中心的住院，我们人世间的神医奇医多一些啊，偏偏人世间多的是什么医生？人家还说他叫名医呢，看了半天的话病人都看不好，这个就是有一点哈矛盾的哈。真正好的医生是应该是朋友越来越多，病人越来越少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看到庸医还不打紧，不要碰到第四种医生啊，叫做恶医啊，看一看就把人看死了。所以的话我们都要擦亮眼睛啊，读书会就是求真相。好，今天到这个地方来哈，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啊，谢谢我们的大师。办个活动啊，我们有两个博士在现场啊，一个今天已经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李泰山李博士，另外一个从美国回来的李嘉金李博士啊，来跟大家讲啊，我们新人类的健康薪资清肠的重要性，好不好？欢迎大家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到这个地方来再相聚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活动到这个地方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我是公民记者好奇宝宝。我是公民记者好奇宝宝，我在做那，哦，我不晓得你是谁，因为我刚去上洗手间，哦，你可以被讲一下。我是梅医师啊，我是梅向阳梅医师。啊，你就是梅向阳梅医师啊，久仰大名。一张名片好了，久仰大名，久仰大名啊！我知道您的名字。知道。是那个何永庆何老师有说的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我照一下。好，谢谢。你我不太听得懂你讲台语哦，嗯，你要讲国语我才听得懂。